好，老乡，老乡，你好啊，大哥，哎呦，阿姨你好，阿姨，干嘛？哎，是个阿妹，你好，阿妹，你，哎呦，穿得这么漂亮，去哪里，阿妹？跳舞啊。啊？唱歌。唱歌跳舞。嗯。哎呦，我跟你一起去好不好？跟我一起去啊。你去唱歌跳舞。你是干嘛的？我是一个全国自驾旅游的。然后今天晚上路过这里，开车子路过这里，车子没油了，想找到你们这里，去找住的地方。你们这里有没有民宿？民宿？哎，这里是农村，没有民宿的。就是住的地方，宾馆。农村里面没有宾馆啊，都是住家里嘛，睡家里嘛。哦，你们就是住在这，你们这里没有民宿？没有。哦，是这样的，阿妹，就是我呢，就是车子没油了，然后。能不能到寨子里面去找帮我找一个住的地方，就睡觉的地方。你从哪里来嘛？我从东土大唐赶过来，来这边旅游。那大半夜我也不敢带你回去，阿妈在家里不太方便。不是阿妹，是这样的，你听我编嘛。然后呢，我的车子就停在对面那里，对面是车马路那里吗？对对，然后我车子刚好没油，就是。一个人出门在外挺不容易的，就是能不能去你们家借住一个晚上，阿妹？那我也不知道你干嘛的，那还拿个手机照来照去的。哎呦，我是一个自驾旅游的主播，然后在用抖音记录美好生活嘛，就在直播拍视频记录生活。因为我一个人出门在外，我爸我妈他都在看着，都看着我直播。那你到晚上拍什么？不是阿妹，我就是。记录生活，我爸妈也不担心我的安全嘛，然后让我开直播，看着我去哪个村寨啊，去哪里玩呢、啊？都看着直播，他们也想看。那么今天晚上我车子没油了，就想进入寨子里面呢，就找个住的地方。我就是车坏了，然后就没地方住，然后想去我们这里找个地方住，是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对了，阿妹，是的，是的。那这边能就是你们家，有没有？空的房间或者沙发之类，我打个地铺都可以。我们家没有空的房间。没有空的房间、嗯、那阿妹有没有沙发之类的，我睡沙发也可以。沙发是有一个有，如果你实在遇到困难了，我就带你去看看那个沙发你能不能睡。那习惯不？那谢谢了阿妹啊，还是好的，还是哎阿妹、嗯、谢谢你了。就是我问一下，就是你们这边是什么民族啊？这里是那个同族嘛。哦，同族，就是现、嗯、你现在准备去哪里啊？我去唱歌嘛，跟那寨子上阿妹都讲好了嘛。哦，去唱歌、啊、要不你自己进去寨子上找一家嘛，我现在也有点赶时间嘛、哦、就是这样的，阿妹，我呢第一次来这里，我也不知道路，刚才我从那里绕了很多很多田一起过来，我不知道绕了多久才走到这个位置，能不能带我去一下，阿妹，耽误你一分钟吧。我带你去看一下吧。好嘞，谢谢了阿妹哈，还是好人多啊，哥讲你，我爸爸叫明天，我爸爸叫今天，都在直播间看着我，他老人家不会打字啊。我问一下爸妈你在不在？在的话你就扣三个六哈，扣三个六。我爸妈文盲哈，他就不识字，所以说我在问一下爸妈你在不在呀？在的话你打三个六啊。哎，阿妹，那我问一下，就是你们同族，哎，这个衣服挺好看的，还有这个袋子哈。那这个衣服还不算好看呢，那个盛装才好看嘛。哎，你们这还不算什么好看呢、啊嗯？这衣服我觉得挺好看的呀。那就是平时穿的嘛。哦，这就是你平常穿的。嗯。哎呦，那你们这衣服挺漂亮，阿妹，你们还有盛装啊？对呀。哎呀，那阿妹，那盛装的话，你们都是什么时候穿的盛装啊？就是。表演节目的时候嘛，过节的时候，我们这里贵州嘛，这个节日很多的嘛，经常去表演、唱歌、跳舞这些才会穿。哦，就是过节的时候才会穿。嗯、哎，阿妹，那阿哥能不能问你些事了？嗯。就是你们同族的姑娘都会唱歌跳舞吗？那肯定都会嘛，都会呀、啊。嘿、哎，阿妹，那你会不会？我会啊，我不是才告诉你我去唱歌跳舞吗？哦，你也会呀、啊。不是马上过节了吗？然后就是过节了，然后跟寨子上的阿妹一起表演节目嘛，所以今天要去排练一下。哦，你们还要这么晚都还要去排练、啊、那挺辛苦嘞。因为
为今天我有点晚了，我去上车干活回来就有点晚了嘛。哦，应该已经开始了吧。那阿妹，那你家里面的话都有哪些人在家呀？我家里有两个阿妹嘛，一个阿姐嘛，还有阿妈在家里嘛。哦，两个阿妹，一个阿姐，还有阿妈。那这样方不方便？阿妹不方便的话，那我就随便去找另外其他的地方住就可以了。也就是我刚才跟你说了有点不方便嘛，但是看着你也不知道去找谁嘛，我就带你去看一下我们家沙发，看你能不能将就一晚上嘛。哎呀，还是你们同族的人比较热情啊，热心。你看阿妹出门在外呢，一个人遇到就是像我这种遇到这种情况很正常，就今天也非常幸运啊，遇到你哈。你大老远的过来也挺不容易的嘛。哎呦，是的，是的，我就开了1000多公里来到这里，就是想来你们这边感受这种民族文化呀，这种节日，百节之乡嘛。那你就可以留在这里几天嘛，我们这两天就有活动，就是前寨子送的那些，就是。没成家的阿妹嘛，都会聚在一起，还会这样子，就是有阿哥的话，还要牵着你的手，这样子都野嘛。还要牵着我的手，就是唱歌跳舞是吧？对。哎呦，那你们这活动的话，多野，你都知道吧？多野。多野嘛。这多野，我不知道阿妹，我就是你们这边的方言，我不知道嘛。对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就是反正就很热闹嘛，就是。两个阿妹，然后你在中间，他们这样子牵着你两边手，然后你就不能这样子拿手机了，你就会这样子跟着他们一起跳。就是你们这种跳舞哈。啊。哦，那阿妹，那我问一下，就是你看你们这边的阿妹那么多，我们老家阿哥特别多嘞。那你可以叫他们过来玩嘛，我们这里就是。每家基本上都有一两个阿妹这样子，哎、阿哥很少。这么多啊？嗯。那阿妹、阿哥能不能问你个事？就是我打听打听啊、嗯，就是在你们同族这里，同族的姑娘能不能外嫁呀？外嫁啊，可以了嘛、嗯？以前是不可以，现在都可以了嘛？就是像阿哥这种是汉族的哈，嗯、就是能不能到你们同寨来，就是找个媳妇啥的？可以啊。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寨子上阿妹太多了嘛，就是找不到阿哥嘛，一般都是有20几岁了这样子嘛。哦，都20几岁。那阿妹、嗯，那你今年你的话，今年多大呀？你还去唱歌跳舞啥的？我也20多岁了嘛。20多了。嗯。哎呦，那挺巧的，阿妹。你看我也30几岁，还没成家呢，说来可笑哈。你还没成家？哎，我还没成家。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没成家吗？啊，真的没成家，还是单的。我一个人比较喜欢自由嘛、嗯，我全国各地就是自驾游啊，就是一个人，所以说很多女孩子，就是看着我们这些就是到处旅游的，没什么事业嘛，也看不上。那你都去旅游了，不是老板了吗？我不是什么老板，我就是穷游的。反正我觉得有钱人才能去旅游嘛，我们这样子，你看我们都没有出过大山，就是哎呦阿妹，我们农村里面就是种菜呀、啊，卖菜呀、啊，我们只会这些嘛。哎呦，你可别这样说啊，旅游的不一定都是有钱人，有就像我这种都是穷游嘛，就像你看今天晚上我都没车子没油了，还来这里找你们借住一个晚上的阿妹。这个车，那你明天天亮了，我叫你去找一个我们寨子有一个那个王师傅，他会修车的嘛，老王嘛。我车子是没油了，我车子没有坏，就是明天的话，能不能帮我找个人，搭我去镇上加、就是、打一点油回来？就是那个王师傅嘛，他应该有油的，他之前在那个修理厂里面开过嘛。哦，在修理厂干过活。嗯。哦，来咱们直播间的哥姐们，没点关注点个关注啊！欢迎你们走进八两直播间。今天晚上八两的车子没油了，八两是一个自驾旅行的，然后车子没油了，刚好走路又走了快1个小时，来到阿妹他们这个寨子啊，遇到阿妹，然后她带我去她家看能不能住得下，随便找个地方。来，咱们直播间哥姐们，把赞赞帮八两点点。阿妹，阿哥能不能再问你个事，就是你们寨子有没有这个小卖铺？小卖铺有吗？有啊。啊，你要干嘛？没事，等一下我就是，
想买点吃的。买点吃的。哎哎哎。你是还没吃晚饭吗？是的，是的。那我们家晚上吃的还有剩菜，等一下你去看一下能不能。吃两口吧。还有剩菜呀、啊嗯？哎呦，那我出门在外的话，我能有一口吃的就行了。我们这里吃的菜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吃得习惯嘛？我们这里的口味都差不多的，阿妹。差不多、啊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嗯，那你去看一下，叫我阿姐把菜热一下给你吃。哦，阿妹，那你这么大晚上，你戴个这么大的帽子，咋戴这个帽子去表演呢、啊？刚才下雨了嘛，我就。肯定会拿下来吗？哦，就是刚才下雨了。啊、嗯。哦，难怪哟。你看到路上还湿的嘛。刚才是下雨了，我在车上避了很长时间了、啊，哥姐们，啊，大家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哪里的？大家能不能相互认识一下，把你们的家乡也打在公屏上，好不好？阿妹、嗯，那你看阿哥是汉族的哈、啊，就来你们这边娶媳妇的话，大概阿妹，就是娶媳妇的，这个彩礼得多少啊？我们这边啊，我们这边没有什么彩礼的，我们这边就是，就是买一点菜过来，一点猪肉，一点牛肉过来，请这边的亲戚朋友啊吃个饭就可以了。哦，就是，不用彩礼，然后带上一些猪肉，嗯，还有啥？就是猪肉、牛肉嘛，猪肉、牛肉，还有一些喜糖嘛。喜糖，酒水都不用了吗？阿美，这个酒水我们家自己都有做那个米酒嘛。哦，我们这里种大米很多，就拿来做米酒了嘛。哎呦，那你们这还挺好的，阿妹、嗯。你看，像我们老家的话，那这个娶个媳妇那可不得了嘞，那可得十个八个的，十几个的都有啊。那我们这里不一样嘛，因为我们这里也是农村。你说你叫别人拿那么多过来，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给别人，这样也不匹配嘛。哦、所以我们这边农村都不用彩礼的嘛。还是你们这边好哈。确实，你们这边的话比较接地气。绿吗绿？那一直等就老。哇，娘！哎呀，这照那、哎、个，哇，都老奶奶。哇，这个是。嗯。阿妹，嗯、那你家在哪里啊？我家在过去前面。还在前面哈。嗯。哦，阿妹，那我问一下，就是你今年成家了没有啊？我没有成家嘛，刚才跟你说了，就是没成家的阿妹才会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嘛。哦、没成家的才可以去唱歌跳舞。成家了，那肯定得在家里面照顾自己的孩子啊、丈夫啊这样子的嘛。哦，阿妹，那你看你没成家的话，是不是就是要求是不是很高啊？的找对象？那我是有点挑的嘛。有点挑哦。哎呀，阿妹，那我看你长得也挺不错，就是非常打扮，也非常会打扮啊，这穿搭啥的都感觉还非常不错。那问一下阿妹，那你今年的话，就是你找对象都有些啥要求的？那我要求就是要求有点多嘛，就是要求他又会干活，力气又要大，然后要比我高，我就是要求这些，就是。那你这要求就是也不算高哈，啊、这是都是基本的。那阿妹，那你对，你对象的话，家庭呢、啊，收入啊，文化呀、啊，这家庭背景都不了解，你也要求其他的？那得首先得先了解，先认识，然后得先去见他父母啊，这样子的嘛，才能确定嘛。就是先去见他父母。也不是说要他什么家庭条件很好。那个什么的，就是自己，我们家自己条件也不是很好，所以也没有太多的要求嘛。哦，那看来你们这边还比较理性啊，就是对待这个，妈妈就是这样说嘛，就是让我们生活过得好就行了，不用，也不要要求太多了。哦，这还哥哥姐姐嘛，我问一下大家，就是阿妹他们这边的这个风俗习惯好不好啊？就是他们如果结婚的话，不需要啥彩礼，就猪肉、牛肉，还有这个喜糖啊、水果之类的，就端来这里。哎呦，阿妹，那我看到他们哈，就是你们同族的很多，就是来你们这边接亲的话，都是百人挑担哦，挑的很多哎。对呀，你们那里不是这样子吗？哎呦，我们那边不是，我们就直接这样子了，阿妹，就只拿这个，十几个、二十个都有。十几个、二十个。W。W 是什么？哎，阿妹，十几个万呢、啊，还有。二十几万，十几个万，是钱。对对对，就是钱。那我们这里就是会钱在全村呐、啊，全村就是如果你们
接亲那天嘛，就是全村的都会送你出嫁，然后就把自己的嫁妆啊全部一起挑去嘛，挑去、然后排成一条很长很长的队嘛，如果你家亲戚多就排长一点，亲戚少就排短一点，这样子。哎呦，那这个还得看家族里面成员多不多了哈。而且那些当伴娘啊那个都很多的，都是穿很漂亮的盛装、那你这边这是也挺漂亮的，哥姐嘛，漂不漂亮？来，哥姐们，漂亮的打个漂亮，就是阿妹穿的这个衣服还是挺有民族特色的哈。我平常我们都是这样穿的，我这个不好看，等一下我回家去叫阿姐穿那个盛装给你看一下，你可以感受一下。哦，你阿姐还有穿盛装？我阿姐可以穿给你看的嘛，我们每人都有八套衣服的嘛。哦，妈妈你有八套啊？嗯。哎呦，那你们这衣服可值钱了吧？我们是这样子嘛，从头到脚都会全部打扮嘛，然后全身都是挂着银饰啊什么的，反正就很好看。还有那个鞋子啊，也跟你们这个鞋不一样，还有我们那个绑腿啊什么的，就全身都打扮得很好看的。哎呦，阿妹，那我能不能就是阿哥呢，就是第一次来，就是想感受一下你们这种少数民族文化。哎，阿哥能不能提个小小的就要求就？去就是你能会不会就是能不能穿盛装和你阿姐？你想看的话可以嘛，带你去家里跟阿姐认识一下。反正我们把那个我们准备过两天穿的那个活动的那个盛装，然后穿给你看嘛。哦，那这还不错啊，哥姐们，咱们要不要去？要不要去？去的打个去啊，好不好？去阿妹家里看看，就是他们穿盛装啊。阿妹，那问一下就是。你想看的话，我就想看，当然是想看了。就是我问一下，我就是问一下我家里面的亲朋好友，咱们去不去啊？哥哥姐妹、叔叔阿姨们，想不想看？就阿妹他们这个盛装，想看的打个响字来啊！咱们直播间呢，咋没人说话呀？这，哎呀，我忘记了，忘记给咱们直播间的发福袋了哈，给大家发个福袋哈。哎呀，哥姐们，忘记了，我都发错了，哥姐们。发了150，每人150的。我本来说，哥姐们大家赶紧去参与福袋，点错了，发了个150的，每个人150的福袋，大家自己去参与。怎么去参与呢？就是咱们左上角这个红色的按钮，点开之后再去点这个福袋哈，自己去点。哎，发错了，哎，这手有点小激动啊，叔叔阿姨们。阿妹，那阿哥能不能就是向你打听个事儿，就是。我听说啊，我听说就是你们侗族的女孩子，特别勤劳，特别能歌善舞。你阿姐会不会唱歌？阿姐厉害嘞，我厉害啊，阿姐就是专门教他们唱歌的，那肯定会唱。哦，你阿姐还会教歌呀？歌诗嘛，就是侗，但是你们那些歌就是什么？你们那里叫刘什么歌的那个，我们自己不会。流什么歌？我们那也没什么流什么歌呀，我们那边就是流行歌曲。嗯，对嘛，就是那个流嘛。啊、哦。怎样领到福袋呀？这个叔叔就是我们左上角这个红色的按钮呢，大家看到我的手指这个，这个关注，大家去按一下，按一下之后再去点开这个福袋就可以了啊。你们就去参与。刚才我忘记发错了，都发了每人150的福袋给发错了，哥姐们，我都把福袋都发完了。赶紧去参与，参与迟了没有了，哥姐们啊！阿妹、阿哥能不能叫阿妈等一下去，会不会打扰老人家呀？那有点打扰嘛，要不你去别的家找一下嘛。现在有的也还亮着灯嘛。哦，我看这里都黑灯瞎火，都没在家呀。这个阿妹，哎呦，你等一回啊，阿妹，就是那你们这边，就是我来如果来娶你们这个。同桌的姑娘的话，那我还得，就是要不要过来干活之类的？干活肯定是要干活嘛，我们这边都是种田种地啊，种菜种辣椒这些很多的嘛。哦，自己种田种地。啊，种大米吗？哎呦，那这个，那我们过来干活的话，干个一两天这样子，是吧？一两天不行啊，我们每天都要干的，你看我们都是平时都是山上干活啊，然后晚上才有时间出来玩嘛。哦，就白天干活，嗯，晚上就唱歌跳舞啥的。对，有的时候晚上也加班嘛。啊，挺不错，挺不错。哎呀，找丽丽，我车子不是没油了吗？怎么去找啊？
先把自己安顿好了，明天再去找啊。阿妹，哎呦，你们家挺远的，在哪呀都？我们家你再过一会儿就到了。啊？我们家就是有一点点偏僻。不是阿妹，那我咋看到你们这寨子里面全都是家家户户都是关了门，这么早就休息了吗？嗯，有的人是出去打工了，有的人是睡觉了嘛。哦，有的都出去打工，有的都休息了。嗯。哎呦。那还好，今天晚上八两是走了狗屎运了，都遇到啊，不是走了运了，遇到阿妹哈，不然今天晚上就露宿街头了，哥姐们。啊，没有找到，没有找到啊！感谢你们一路的支持和陪伴了，叔叔阿姨们、哥哥姐姐们，没点关注的去点个关注。哎呦，咱们这福袋马上开了，每人150的大福袋，大家自己去点上咱们这个开关啊，就是这红色的按钮，再去参与这个福袋就可以了。不会参与的叔叔，你们去点那个红色按钮，啊，对，阿妹，我咋感觉就是你家，你们寨子多大呀？这走了寨子就是太大了嘛，寨子有，就是有点大，800多户嘛。哦，800多户啊！啊，哎呦，那不小嘞。啊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是有点，我们家有点远。你累了吗？就是我有点就是没吃饭的话，腿有点软。我拉着你吗？要不啊，我拉着你走吗？要不拉着我走？不是阿妹，我就是跟着你走。哎，都拉着。不是这阿妹这么热情，都拉着我走。阿妹，哎呦，你们这寨子挺大哟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寨子都是这样子，木房子嘛，木瓦房嘛。它都是这样子木瓦房啊。你有住过这样的房子吗？这个房子是没有隔音，然后就是。这样子的，都是这样。哦，那你们这哥姐们，我问一下大家，就是这种房子你们有没有住过？有住过的打个住，有哈；没有住过的打个没有。我看看有多少人住过这种木瓦房哈。阿妹，你们家是对面那个寨子啊？我们没有，不是。哎，这是啥呀？这是那个叶嘛。啊？叶呀、啊。叶。嗯。田里有叶嘛？那我也不叶啊的。田里有叶，我说哦，田里面有啥呀？叶有叶、嗯，哎，我还感觉冷了。这个晚上你们贵州这天气下雨了，挺冷的就。啊，对嘛，今天下雨了，是有点凉快。阿妹，那我看你都20好几了，咋没成个？赶紧找个对象啥的呀？之前找过嘛。哦。嗯，就是找过。也不是找的，是那个充话费的时候送的啊。不是阿妹，你这是我没听错的话，你说啥？就之前充话费送了一个那个勺给我了，就送了个手机壳呀，是吧？勺啊。勺是啥？阿妹，我不好意思啊，就是我听不懂勺是啥。就是我那天去镇上充话费送的嘛。哦，哥姐们，就是他们同族的，就是勺是啥意思？有谁听得懂的，哥姐们，听得懂的能不能给八两打在公屏上啊？好吧，教教老弟，勺是啥呀？这哥姐们，你们听得懂吗？听得懂打个听得懂哈。阿妹，那勺的话是啥呀？勺就是勺嘛。哦，勺就是勺，那是啥呀，哥姐们？能不能告诉一下老弟啊？老弟出就是见多不识广啊，就是。各地方的方言不了解，勺就流量是吧？不是吧，阿妹，你就是去充流量，然后送了个啥呀？送了个流量。勺。不是这。我去充话费，不是充流量。哦，是红薯啊！哦，你去充话费还送了红薯。勺不是红薯，他是个人。哟、啊，那你这，不是。但这是我们的发源，好不好看？哦，你看他们这地里面都是种这些花花草草啥的。哦，阿妹，阿哥能不能问一下，就是你们这边的话叫老公咋叫的？就你们的方言。老公就是勺嘛。啊？勺嘛。老公就是勺。嗯、那媳妇咋叫啊都？媳妇就叫埋嘛。啊？埋呀。埋呀。哦，那阿妹，嗯、那阿哥不了解哈、啊，就是多问一下，就是媳妇的就叫埋。啊、嗯。哎呦，那幸亏我得问一下，不然的话，就是。没事，你不懂嘛，因为你不是我们这里的人，你肯定是听不懂的嘛。啊、对对对，阿妹，你家在哪呀？你家快了，你快一点嘛。还快了？哎呦，哥姐们，这感觉咱们这么远，阿妹，
你看，就是阿哥也是单身的，你也是单身的，就是，咱俩也挺有缘分的。嗯，但是你长得这么好看，你肯定也看不上我。哎呦，阿妹，你别这样说哈、啊！你看，我还没开口，阿妹都知道我是啥意思，情商高，脑子好用。阿妹，阿哥，我也就是，那你一直单着也不是问题啊。嗯，之前找过嘛，就是充话费的时候送了一个嘛。啊？充话费的时候送了一个，后面他跑了嘛。哦，他又跑了，那为啥跑了，阿妹？因为我们天天干活啊，上山去砍柴呀、啊，就是这些，他比较累嘛，然后他就有点受不了，有的时候又加班嘛。哦，不是，你们就是白天干的很多活、嗯、那晚上还要加班。嗯，晚上我们有的时候加班呢、啊。不是，晚上你们都做些啥活啊？这阿妹，还得加班。就是把我们不是要去地里那个菜摘过来吗？摘过来晚上我们要把它洗干净，然后再把它捆好一把一把的嘛，把它摆好，然后第二天凌晨三四点这样我们就挑去镇上卖钱嘛。哦，那是阿妹，那我了解一下，就是你们在这边生活的话、嗯、那你们都靠些就是去赶场去干啥呀，就是你们靠什么收入生活呀？这就是赶去镇上摆摊卖。哦，就是你们卖菜。嗯，那你就卖菜的话，一个月的话你们大概收入得多少啊？这有的时候500嘛，有的时候反正是500到700这样子嘛。哦，每个月收入500到700。嗯，哎呦，那还阿妹，那你这个是不是太少了？一个月收入5到700，这600-700块钱是不是太少了？不少，我们都用不完，因为我们都是吃着。哎呦，600-700还用不完呢、啊、阿妹、嗯、那你们咋就怎么生活的，就是600-700都花不了？就是我们家什么吃的都有嘛，我们都什么都不用买嘛。你看你们还要买衣服穿，衣服我们家自己阿妈做的，我们平时都是穿这个衣服。哦，这衣服全都是自己做的吗、啊、这料手工绣的嘛，你看。哦，这真的不错哎。都是自己做的嘛。哦，我们就不用像你们买那么多，你看你打扮这一身应该也要不少钱啊、哦、我们这我也穿的就便宜啊、40-50块钱，40-50块钱一件衣服。200块了嘛，我们这一身都不用那么多，我们1块钱就可以了。哎呦，阿妹、哥姐们，我问一下大家，就是阿妹他们一个月就是能收入个600-700块钱卖菜啥的、嗯，你们觉得多不多？多的打个多哈，少的打个少。我们家大米很多嘛。哦，你们家还大米挺多。嗯，种田嘛。哦，你们自己种田。嗯，你像这里我们都是我们寨子上的这些田呢、啊，很大一块嘛。哦，确实，他们种这么多田呢、啊。就是这里。这现在马上要跟田插秧这些了嘛。哦，他这个还确实挺忙活的，就是你快点嘛，快点到家去，我等一下我阿姐在家里，我叫她跳舞给你看嘛。哎呦，那行了，你说的跳舞我都想去看一下。她在穿那个，她身材比较好嘛，她穿那一身上去，哎呦，那真的是很好看的。这真的假的？你别忽悠啊。你就算拍视频嘛，等一下你给他拍一个好看一点的啊、哦。啊啊，行嘞行嘞，太少了是吧，老李？确实啊，600-700块钱生活都不够，咱们就是平常出去跟朋友聚一聚啊，这咱就花没了都。他们一个月才挣那么多，哥姐们，那你们每个月收入你们收入多少？你让阿妹了解了解看看。阿妹，你看我这边有很多这些朋友，他们都说你们一个月挣600-700块钱都挣少了。那他们都是挣多少的嘛？哥姐们，你们一个月收入多少？让阿妹知道。来，哥姐们，把你们的这个收入打在公屏上，一个月能挣多少？告诉阿妹。你看，你看，阿妹，来来来，你看我们家老李啊，嗯、老李哥，17,800，看到没？装修风格一个月10,000，看有5000多的，6000多的，20,000的，3000多，8000多的，看到没有？哇塞，我看到有。看到没有？你这里是有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有2个人在里面。不就是我的这些朋友啊、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他们一个月真的不少了，阿妹，5-6千的，你看到没有？5-6千呐、啊、那他们是不是一个月5-6千？那比我们多了那么多，他们肯定花不完嘛。哎呦，阿妹，他们挣得多也花得多嘛，他们开支挺大的，就平常、哦、开支挺大的。对，平常啥呀，就是跟朋友聚聚啊，啊，出去消个夜啥的，还给媳妇儿买个衣服买个包啥的，也差不多了。他们肯定都是大老板嘛。有的是老板，有的都是领导啊、高管啊，都有。哦，
哦，那哥哥姐姐嘛，你看他们同族的女孩子，同族特别热情啊，他叫你们来这里玩。那你哥姐们，你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哪里的？能不能就是把你们的家乡或者城市分享出来，我让阿妹看看，好不好？阿妹，就是我了解一下，就是你们同族的姑娘可以外嫁全国各地都是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了。以前那个年代不可以的嘛，不可以嫁。就像你看，老李儿就是山东的，还有装修风格是河南的，你看云南的，江西的，你看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有。那挺远的哦，那你叫他们开那个。三个轮子的过来了，开三个轮子、啊、哎呦阿妹，现在三个轮子上不了高速啊，都三个轮子上不了高速啊、上不了高速，我都开四个轮子的。那我不知道嘛，因为我没有去过大城市啊。阿哥都是开四个轮的。你开四个轮的、啊、哎，我都开四个轮的、啊、阿妹，您家是往哪边走着？快了嘛。啊，你跟我来嘛。不是，我咋感觉就是越走就越远呢、啊、阿妹。啊，就是有点偏僻了，你不要着急嘛。不是，你家偏僻的话，那也不能整往山里面整啊，阿妹。不是，你快点来嘛。啊、飞机三个哦，是飞机是三个轮呢、啊。那我是见识还少了，哥姐们啊，不好意思，阿妹，你没确定就没走错路啊？没有嘛，我从小长到大，我怎么会走错路、啊？哥姐们，这我咋感觉就阿妹带我越走越远了呢？啊，就咋感觉就是越走越远了、啊、阿妹。你快点了，你走路太慢了，你就是人长得挺好看的，就是腿太短了。啊，腿太短了。阿妹，我身高的话一米七，我只有这么高了。哎呀，啥呀？小青蛙。哦，这走，不管它。哎呦，啥呀？跟阿妹打针呢，你别瞎整啊。阿妹，那这房子是您家的吗？这不是、啊、这是咋有栋房子？这个是那个啊，这是不是是那个住的那个动物，这是动物住的、嗯、哎呦，你们这动物住的还有独立的别墅啊？这啊，睡了。哦，睡了、嗯、哎呦，那你们这还整这么多稻草是干啥的呀？稻草是啊，是那个放毛是用的吗？不是，上毛是用啥呀？哥姐们，毛丝是啥？能不能悄悄告诉老弟？阿妹，就是我问一下，就是上毛丝用啥呀？稻草啊。毛丝是啥呀？毛丝就是毛丝嘛。啊？你不懂什么叫毛丝、啊？我们那边没有这样的毛丝，不知道是啥，各地方言不一样嘛。那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家的毛丝。哦，还可以去看呢、啊。哎呀，那这个要去参观一下，出来见世面嘛。哎，啊，啥呀？这厕所啊？阿妹，那你们这边厕所叫茅厕啊？啊，对嘛，你们那里叫厕所是吧？啊，我们那边叫厕所或者卫生间啥的。我们这里没有叫厕所。你幸亏阿哥没整岔劈了，都一个晚上还要去参观你们的茅厕，这不就卫生间嘛这？阿妹。那你们家还得走多远这？你快点跟我来吧。咋越走越远的呢？没有啊，这就是我回家的路嘛。啊？回家的路从这里走啊？嗯。哎呦，阿妹，那你每天走这么远，锻炼身体来的哈？那我们山里我能跑，我还能爬树呢。还爬树？嗯。哎呦，那这个挺不错嘞。主播是外，主播也是咱们国内的，内地的。大家听听，这是啥声音？哦呦，是啥声音？哥姐们听到没有？啊，阿妹，阿哥，问一下，就是你们这边怎么这么多叫声呢？牛在叫嘛。啊？牛嘛，是牛在叫嘛。牛啊？不是。你看这里就是我们的茅厕了嘛。啊？这里就是茅厕嘛。这个就是茅厕了。啊，你要不要去上一个？这是露天的呀。你去上一下、你去上一下嘛。这我不上，我不急。你不急 啊？那里面有稻草了吗？有稻草啊。嗯。哎，哥姐们，咱们要不要去看一下他们这个茅厕？看一下，去看着打个看呐、啊。这叫声挺好听的，就，你看，是青蛙叫是吧？哦，
要不要去看一下这个毛狮，藤泽毛狮，要不要去看一下？看一下，阿妹，毛狮全国都有个名，就是他们想去看一下你们这个毛狮。那你上去看一下嘛，我给你照灯嘛。啊？那我上去看一下老李啊，老李大哥。主播去闻啥呀？啊，这就看一下啊，就看一下就可以了，哥姐们。咱不别看酒，哦，这是还整个稻草，嗯，就是在这里面，嗯，这个方便用嘛，那方便，那行了，阿妹，那我了解了，就是都整里面都准备一下稻草啊，嗯，还有树叶嘛，啊，还有树叶啥的，又，不是，就不是厕纸嘛，就是阿妹，嗯，我们这边都是纸的话，我们都是拿来擦嘴巴的嘛，哦，就是纸的话，就是抽纸用来擦嘴用的，嗯，就是你们，哎呦，那你们这个生活挺原生态的，我们就是都是农村嘛，都是这样子的，你们可能跟我们不一样啊。哎呦，阿妹，你看这声音越听越多了的。这个田才耕田嘛，才耕完，这个水比较好，然后他们带这些牛都喜欢跑来这里游泳。哦，这来游泳了。嗯。哎呦，那还不错嘞。这种声音，哎呦，这倒站起来了，哥姐们，你看，他们这房子就在这里。晚上听听这个青蛙的叫声还不错嘞，阿妹，那你有没有出去？就是你们咋没出去打工啊，或者找工作啥的？你们都在家里面这个时候。阿爸去打工了嘛，然后阿妈年纪大了，就让我们，然后两个阿妹又还小，我们还读书，然后我就跟阿姐在家里帮阿妈干农活嘛。哦，就是你和阿姐留下来照顾阿妈，嗯，就是干些农活啥的。嗯，种田种地，我们家的田和地比较多。哦。嗯，我跟阿姐又没什么文化嘛，然后去哪里的话也别人也不要嘛。哦，不是阿妹，就你说出去，广东浙江啥的打个螺丝一个月也能多少也能挣个三四千啥的，打螺丝，为什么要打螺丝，啊，就去打工，田里很多螺丝嘛，就去工作，不是阿哥说的是工作。哦，那你说打螺丝，啊，那我以为你要去打我们田里那个螺丝嘛。您田里还有螺丝啊？嗯，田螺嘛，哎，很多嘛。哥姐们他们田不是他们田里咋有这个螺丝啊？阿妹，那你们田咋这么多，就是你们怎么有螺丝的？田里面它就会自己有螺丝嘛。哦，吵得睡不着，但是他们这种青蛙叫这种生物钟还是不错，就是感觉特别生态特别好，才会有这种哈。是春天来了嘛，就春天的气息嘛。哦，春天泥土的气息，泥土的芬芳。嗯，阿妹，你家咋还没到？阿哥有点累了。那我拉你嘛。啊？那我牵你一下嘛。哎呦，阿妹，不用牵吧就。啊，不用牵，阿妹，你放开。累了吗？啊，累了我就牵你，你好。不用，咱们也是第一次见面，牵着挺那个。没关系嘛，你太辛苦，你大老远到这里来也不容易嘛。我要不我帮你背那个书包嘛。哎呀，没事，我就背着得了。你牵着我挺，就是咱们俩也是第一次见面，牵着也不合适。没关系嘛，你等下去我家就慢的就熟悉了嘛。去了，这牵着也不合适，哥姐们，你说阿妹牵着是合不合适？合适打个合适来，啊，大家你们觉得合不合适？就第一次见面，别人是个女孩子，这么热情就太热情了吧？什么民族同族啊？叫阿妹背嘛，那不行了。快点嘛，马上到家。阿哥有130多，阿妹能背得动吗？合适啊？啊，这还合适？哎，我哥姐们，你瞎别瞎整喽，阿妹，你们家还有多远呢？这我们家再走两步就到了。哦，再走两步哈。嗯，那我再一二三四，哎，到了吗？是到了吗？是这栋房子吗？不是，这里是我们隔壁邻居的吗？哦，这是你们隔壁邻居。嗯，哎呦，你们村子这个路挺好的呀，就那我那边。哎呀，你们村这个路挺好的。哎，让他背我不合适吧？我背他还可以，我大老爷们那个，一个大老爷们那个女的背。那我背你也没事啊？要不我背你吗？不会，我不是说让你背我，就我直播间的哥哥姐姐，他说，让你背我，我不可能让你背。那我背你嘛？不用不用，大的嘛，我可以背得动200斤的。啊？
我可以配200斤，我经常去那山里面挑那个大米回来，都是挑100-200斤的。哎呦，阿妹，你这我力气很大，我看你体格子挺结实的，担个100-200斤，100多斤可以啊，这哥姐们。你说这阿妹能不能担个100来斤的这个大米？能的大哥能耐，哥姐们能不能？阿妹，那你这比我这个还厉害呀、啊，担个100来斤。但我挑，你看我这身板，哎呦，硬得很嘛！我每天都挑东西去镇上，一个多小时走路到镇上。我跟老阿姐每天都是这样子嘛。每天都去就是走路去镇上、啊。那你们这去镇上得多远呢、啊，阿妹？就一个多小时嘛，很快、啊、很快的嘛。不会嘛，就是走路要一个多小时还走路？啊，就没有车子嘛这？车是有嘛，我们家有2个马车，就是有点麻烦，我们也拉不动嘛。两个马车，啊、哦，板车是。阿妹，那你们太能干了哈！如果谁娶到你们的话，那肯定是享福的。我们这里如果我们家有四个阿妹嘛，四个阿妹啊。嗯，然后我跟我阿姐是双胞胎嘛、哎，然后就是也到了成家的年龄了，就是说阿妈说了，要是我们两个哎呦，找个阿哥成家了，或者是找个阿哥来嫁给我们都可以的。哦，你们这边就是你和你阿姐是双胞胎。嗯。哎呦，哥姐们，这刚才一直没聊到这个话题，阿妹。那你阿姐跟你是双胞胎，那你两个长得都差不多哎。那她比我好看呐、啊，她，你看她都是身高又高，然后皮肤又白，你看我这么黑，我都没她好看、哎。你看你这皮肤挺好，挺好的就。哎呦，那她这，那这个，你阿姐就是你们家，找阿哥就是上门的倒插门的那种。我们是说要嫁给我们、啊、就是嫁给你们、嗯、哦，那意思就是吃软饭，不是，那就是倒插门呗。嗯，我不懂你说那个是什么，反正就是阿哥如果那个愿意嫁过来的也可以嘛，就是如果不愿意嫁过来我们就嫁过去也可以的这样子。哦，那阿哥嫁过来的话，那你们是不是也得给对方的这个彩礼啥的？就那我们也要给嘛，我们的那个就是平时攒下来的卖菜攒下来的都给他嘛。哎呦，那你们这个攒卖菜平常攒下来的这个零花钱、存的这个私房钱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说出去啊嘘，就是我跟我请点我跟我阿姐都存了这么多钱。多少这么多了？哎呦，5个 W 啊。啊 W 是什么？那你存的比我的还多啊。妹，不是 W， 我的是5000啊，5000块。不是吧，你整的是说了大半天，你整了个5000，不是。那我存了3年了嘛。多少？3年了。哎呦，哥姐们，这阿妹存了3年，存了5000块钱。阿妹，那你看阿哥，就是，你看我刚才我跟你说了哈，我们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一个月就挣了5-6千、7-8千的，哎，万把的那。他一个月就整了，你们3年整个5000是吧？那我们这里不也就我们他们一个月有这么多，那他们在城里面他们什么都要买嘛，我们这里什么都不用买、哦、我们在家里面就什么都是自己有的嘛，吃的都有，穿的又自己做了，我们不花钱嘛。哦，难怪，就是你们这里就是平常也不花啥钱哦。嗯，这不花钱的，我跟我阿姐每天卖的钱我们都把它放在枕头下面了。啊，放在枕头下面。啊，哎呦，你看我直播间2700多个朋友，他都知道你们把你们的零花钱放在枕头下面。哎，哥姐们，你们别说，那他们都知道了，你不要说出去嘛。我不说，你自己说，就放在枕头，不是，我没说，你说的。那不行，那不是放枕头下面啊，是放在别的地方啊，你们哦，那幸好你说放在别的地方，你看这他都说是放哪里去。阿妹，那你阿、如果阿哥嫁给你们的话，那你们这边彩礼得给多少子？那我们也没有多少嘛，我们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的攒下来的都给他嘛，还有给他啊2头猪2头牛啊。不是，阿妹，刚才我没听错的话，就是阿哥娶你们的话，就一些猪肉、一些牛肉，还有一些。糖果、水果之类的，喜糖。那你们为啥阿哥嫁给你们，你们还要给他2头牛、2头猪啥的，这么多啊？
因为阿哥嫁给我们，他比较辛苦一点嘛，他来嫁来我们家，他要帮我们干农活嘛，他要累一点，我们都要对他家好一点，所以给他父母也孝那个孝顺一点多。哦，那这个可以啊，就哪个阿哥嫁给他不是两个、啊、阿妹，阿哥的话。嘿，你看我直播间这么多阿哥，我问一下哥哥姐姐们，你咱们直播间有没有这种单身的、啊、不是阿妹，就是你找阿哥的，就有年龄有没有其他的要求啥的？那你的那些朋友都是多大年纪的吗？你不是，那你得说你择偶的标准，就是对象的标准是有啥标准吗？年龄、最大多少，最小不能低于多少，就30岁到50岁之间的都可以吗？哎呦，这个阿妹，哥姐们，咱们问一下，你们都是多大年龄？你们看看有没有符合阿妹这种要求的，把你们年龄赶紧就是说出来。阿妹，你来看看，就是我这里有很多叔叔阿姨，你看，就是有个杨廷静24，那他肯定年纪几岁啊？24岁，你看。还有杨开能50的，哥姐们，装修风格52的，你看，多少年龄让阿妹看看，这个老李是31吗还是啥的，就是离异的行不行？就是分开过的，分手过的那种，那也可以嘛，也可以啊，只要两个人合得来，性格合得来，然后能在我们家能不嫌弃我们家，这样的条件就很好了。哎呦，以后两个人可以一起卖菜嘛。哦，一起卖菜，那哥姐们你看。都43岁，哎呦，阿妹，那你们这寨子我看了一下，怎么都是这种木房子啊，挺漂亮的。我们家还要好看一点，我们家有100多年了，很多人都说我们家像古董一样。啊，你们家100多年了？啊，我们家他们都说像古董一样。哦，很好。那你们家这个还有年代感了哈。啊，我们房子就是有点老了嘛。哦，不忘初心，70岁。还有你看上官农村人36岁，哎呦，我37岁，那是刚好是和你择偶的标准呢。阿妹，你家到了没有？好像马上到了，你快点跟过来吗？还没到啊？马上到了。哎呦，这再绕一下，晚上如果不合适的阿哥都去找不到地方住了。阿妹，没事啊，你现在这么晚了，你去找别人，肯定别人都睡了。你就在我们家看看那个沙发能不能将就一晚上。哦。你等一下再在我们家吃个饭，然后让我阿姐把菜热一下。你吃饭的时候，我们给你就是那个仪式嘛，给你弄一点白的，然后给你唱点高山流水。哎呦，阿妹你可别这么整啊，就这么不是阿妹，还往哪走啊？到了吗？我们家。啊？就从这里进去啊？那能不能进去啊？那我进去了，哥姐们，来，大家没关。我先进去，你先在这里等一会儿，我得去跟我阿姐他们通知一声嘛，不然他们会觉得奇怪嘛，毕竟这么晚了，是不是？那行，你赶紧去啊，哥姐们没关注的去点个关注，我给大家发个福袋，别整错了哈。来，哥姐们，左上角的福袋给大家发了，大家自己去参与，然后这个红色的按钮呢，就是这个红色的按钮去按一下，然后去点这个红色的袋子就可以了，咱们赶紧去参与哈。感谢上官农村人的小心心哈。对，大家赶紧去参与，能不能多出时间一只手的话，帮八两老弟点点赞呢？哥姐们，能不能帮八两老弟点点赞？每人10几个20个，能不能？阿妹，啊，好了没有啊？我阿姐，你下来嘛，先来阿姐。可以了啊。阿妈睡了是吧？嗯。哎呦，这是我阿姐吗？不是，你阿姐咋这么害羞啊？这还躲到你身后去？那我说叫她去，她这，我就说我带了一个外地的阿哥过来，不是，然后我她叫她去穿那个盛装出来给你看。哦，就是。嗯，你看，这你阿姐还不好意思啊？不会，不是。爸，当不会啊。阿姐。嗯，她不好意思。她去穿盛装出来，等一下跳舞唱歌给你。哦。嗯，那这样，那我就先进来了。你进来。哦，那行嘞，这门要不要关呢？我关了。关了啊，我不会关。嗯，你进来吗？哎呦，你们这房子，哎呦，确实100多年了。啊，对了，我们还楼上还有，我们都住楼上的房间。哦，还住楼上的房间，阿妹，就等一下是不是就是唱歌跳舞？哎，
还关门，咋了阿妹？还关门呢？没事、啊。不关门吧？没关系嘛，你就坐在这里嘛。哦，就。阿妹。你可以参观一下，等一下你。看一下这个房子。我们家这个房子有100多年了。楼上有2层楼，等一下你。楼上有2层呐、啊哎，还有2层楼啊！哎，你想上去看、哎，我可以带你去看。那这个不错嘞啊、哎！这有点、啊、这个老了嘛？你们那里有没有这么老的房子嘛？我们那边的话，但是有，但是不是这种房子，阿妹。我们家不是这种房子，我们家都是楼房，就1层2层啥的，就是用砖头的。您这个是木头房子，啊、哥姐们，你们看这房子有没有100来年啥的？有130多年了。130多年了。啊，是我爷爷的爷爷建的嘛、哎。那你们这房子还保养的挺好嘞，啊。那这我们平时烧这个柴火。有没有哥姐们？你们说他们这房子有没有100多年？他说130多年了，有的打个有，没有的打个没有啊。这房子还真的。阿妹，你就是你阿姐去哪儿？你不是说要看那个盛装吗？我就悄悄的跟他说，我说，然后他在那里偷偷的看你，长得挺好看的。有啊。啊。哎呦，哥姐们，哎呦，那你们都是有眼光的哥哥姐姐们哈。就是这个房子我们看不出来有100多年，这个房子确实是熏的黑嘛了秋的，黑啊这。阿妹，你平常你们都在这里面烧火是吧？在这里嘛，这里烧。啊。烧洗澡嘛，烧水澡。哦，就在这里烧啊。嗯。你看这里面有水的吗？哦，这里面还真的有水呀、啊，哥姐们。这。平时我们就用这个水洗澡。啊，你不是这个水是不是太少了？没用这个水洗澡的话。不少啊，这烧开了不少，加热加冷水嘛。哎呦，阿妹，你这里还有这个啥呀？就是这么。腊肉啥的啊？这个我们自己养。哎呀，这养的那个。挺不错、啊，就年代感啊。嗯。啊，你看它这里，哎呦，这个是不是发霉了？这个就是，这白色的啊。挂了有点久了，挂了有3年了那一块。哦，挂了3年多了。啊。哎呦，哥姐们，来没参与福袋的，大家去参与，点这个上面的按钮去参与这个福袋哈，有年代感，阿妹。那你们叫福袋？是不是很有福气的那个袋子？哎，对对，就是去参与这个福袋都会有福气，福气财气。啊，都沾福气财气哦，就是叫福袋是吧？对对，叫福袋。有福气的袋子就叫福袋嘛。哎，对了对了，阿妹真会说。哦、那你说福袋一直跟你说这个。阿妹，就是能不能就、啊、你们家有没有水？能不能给阿哥整？我想喝口水，有点渴。你喝水呀、啊？对对，我喝倒杯水，我喝一口，喝口水。那你坐一下嘛，我去烧一下。啊？我去倒过来。还要去烧啊？我去看看厨房里嘛。哦，那我等一会儿啊，哥姐们呢？哎呦，没关注的去点个关注，左上角这个按钮去按一下。哎，他们这辣椒也，哥姐们，你们那边辣椒是这样挂的吗？就啊，是不是？你们这辣椒，这是真辣椒啊！哎呀，这是真的呀，哥姐们，这辣椒，你这辣椒看着挺好的。阿哥，你想不想听我们唱那个动歌嘛？啊？你想不想听呢？那如果你们唱的话，阿哥当然我想不想听，哥姐们想不想听？想听的打个响字啊，想听的你们打个响字，我就跟阿妹说，让他们唱唱动歌。阿妹，啊、你看我直播间的这些，我叔叔、我哥哥、我弟弟、妹妹，他们都说想听啥的。那他们听得懂吗？他们好像听不懂吧？啊？你们是都是说普通话的嘛？我们都是说动画的。哦，我们都是说普通话，不是我想听是吧？听了我就走不了了，为啥呀？袁二小大哥，你为啥我听这个听歌我就走不了了啥的？啊，能不能说想听是吧？哦，来，大家能不能帮老弟点点赞呢？哥姐们，赞咱们是免费的哈，每人点个20个赞行不行？帮帮老弟点点赞啊！来，我们一人点20个到50个，来，我们一对着屏幕一起点，行不行？叔叔阿姨们、哥姐们，点是吧？我数3个数字，大家一起点，赞快一点啊！准备，我查3个数字啊！准备，3、2、1，我们一起对着这个辣椒一起点一点，沾喜气，沾福气啊！喝一个这个吧。啊？喝一点这个吗？不是阿妹，你这个是啥呀？这？这是那个阿爸寄过来的好喝的嘛、啊？我们每天就是夜宵也会吃，早餐我们也会吃这个。哦，这是啥呀？
我看你这个挺稠的，还拉起来这个。这就是拉丝的嘛，它。哦，哥姐们，这个喝一点对身体好。不是，这个能不能吃啊，哥姐们？这红红绿绿的，啥都有在这里面。听歌，不是阿妹，听歌是不是得当老乖啥的？什么是老乖？啊？什么是老乖呀、啊？你不知道老乖呀、啊？我不知道。哦，那我尝一口啊。嗯，那你坐着。啊？坐着吃。那我坐着吃。嗯。哎呦，我坐一下。哎呀，阿妹拿个凳子给我吧。对，好东西，我尝一口，这个挺渴的，我走了一天路，挺累也挺渴。这个我们加了我们的那个自己的。嗯，要怎么这么黏呢，阿妹？加了尿在里面吗？哎、欸，加尿这里。加啥尿啊？你吃吗？嗯，我不吃。啊？我不吃。你不是你要喝一口吗？阿妹，你加了啥料在里面？你喝一口嘛，你必须喝。不是，你喝嘛。嗯。再喝一口，再喝。不吃。不是，你再喝一口才有效果嘛。嗯，再喝一口。啊？不喝，烫死我了。烫啊！阿妹，你说实话，你加了啥在里面？啊？不是，你里面加了啥呀？加了刚才跟你说的。加了啥料？我感觉就。尿嘛。调料、嗯、你这酱油醋啊？不是，就是我们吃的调料嘛。哦，就是加了调料、嗯、不是阿妹，我这个吃是挺好吃，就是感觉特别甜，特别像吃果冻一样，这不对劲了。我就喝水的话，糖水不是这样子的，阿妹，密封是不是过期的？这个不是过期、啊、这个东西就是好东西嘛，我们就吃这个嘛，吃这个东西嘛。啊，是这个。哪个？泡起来的嘛。哦，你就是用这个泡起来的。嗯，泡起来加红那个红糖进去，蒸的嘛。哦，这我们每天晚上这个夜宵吃一点的嘛。阿妹，您这个你家怎么有这个呀，阿妹？因为这是阿爸从很远的地方寄过来的。啊、不是这个，这个阿爸收这个的嘛。这个阿哥可知道啊？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啊？这是什么？你知道？你这个是好东西，这个，你不知道啊？我阿爸说的就是这个好吃的，叫我们多吃一点，然后我们在家每天都吃。哦，你们就每天都自己做，自己吃。啊、嗯。你们这是不是，你挺奢侈的这个啊？阿爸在那个云南那里帮老板专门收这个的嘛，然后。我看一下这个。嗯。这个的话，你们每天吃是不是太奢侈了，阿妹？那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嘛，后面还有嘛。啊。后面还有嘛。后面还有。嗯。就能不能看一下你们家到底还有多少这？不是，阿妹家是不是土豪啊？这天天吃这个，我们老家这个可贵了，这个。他们怎么？阿妹，你们家在哪里？这里吗？啊？这里吗？这里啊。啊，还有很多嘛，你看一下。不是，阿妹，你们家怎么？这桶下面也是啊。哎呦，真的这个阿妹家是真的是太好了吧？啊，阿妹，啊，那你们家咋这么多就？因为阿爸就是从云南那里寄过来、啊，那个老板没有工资发给他，就是拿这个底工资，给阿爸嘛，然后就是我们家。也吃不完，就是所以还有这么多。呦喂，阿妹，那你们家是不是真的太好了？阿姐出来了没有啊？我去看看。阿姐在穿盛装嘛，等一下把那个大大的那个银帽啊带出来给你看，很好看的。